其實你而家仲未可以代表中國隊比賽咧。咁但係你幾年前咧，你係可以去到國奧隊嗰度試訓啦。哇！當時都好傳奇喎，有人專門去到英格蘭嗰度睇你踢，跟住邀請你去荷蘭嗰度集訓啦。那個經過係點樣？當時我係啱啱轉會咗去牛津聯啊，然後又聽到哦足協派咗邵家嚟睇我。即係生活啊、練波各方面嘅，然後得到咗一個邀請去當時國奧隊係希丁克執教嗰陣時，所以我就諗都冇諗就已經接受咗呢個邀請，就去咗嗰邊集訓。